OK，Hello，大家好。为什么请他拍这个影片呢？因为呢，我在60位订阅组围做 Q&A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跟我说。你们有什么问题哦？记得，如果评论区关闭我一开，记得一定要问问题哦。